我嚟讲，我觉得诶 make 咗个错嘅 decision， 无论乜嘢方面都好，边一方面都好，事业又好，工作好，感情又好，咩都好，你错咗，你必须要承认。眼看周润发和陈慧莲恩爱爱，偶尔一起去逛街买买菜，做做慈善活动，可于安安什么也没得到，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这个他唯一辜负的人，会不会后悔跟周润发离婚？